我今天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山西医社派发的那个环保购物袋，主要是想给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带着孩子来主要让孩子体验一下我们要帮助别人的一些成就和一些快乐。我今天带着我的孩子来参加善济义社，我们是想为社会上的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希望大家也加入到我们善济。我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想让孩子一起感受一下善济的爱心，做个有爱心的人。我是刚来新加坡没多久，然后就想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生活。现在我在这边已经在这边工作，所以我想利用一下自己的空余时间，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希望能更好的融入新加坡的生活，了解新加坡的文化。